往下，好了，勾住了，哎呀，这抬，好了，这块好。哎呀，真不是，还不说毛呢，兄弟，还挺有票，不了，那还忙着呢。啊，不了，哎，行行行，改天去我家吧。好的。哎呀，这个汤，哇，多哥来，过了，还有呢，过了，哎呀，喝，吃，吃，还有一次我给你们一个呢。又吃一本，怎么样？味道可以吧？嗯，好吃，爆汁了，满满都是肉。看，吃，大家好，我是柯，刚爬山，这个来看路来了，咋吧？看路，看看人家这个羊的这个路，看看这个白脸的，哎，哎，这地方过来，全是羊的路，这多可爱呀、啊，这个小动物。满满都是肉，对，注意羊尾了，羊肝好了，就是了。哥哥，咱们先吃吧。好好好，这个羊尾和羊肝可是绝品啊。过一下吧，我上去就行了。嗯，直接上。哎，哥，你赶紧下去下去。哎，哥，你这是把绳给你拉坏了。大哥，你在这站，我那个绳哥给你。来来来，嗯，来，哥。好几只多少？好像个大福袋呀。对，多包着。
好了，那个你给我扎一下，来，扎不动。国哥，哎呀呀，好了，搁点盐，一个萝卜盐，葱和姜，上锅盖。水开了以后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能吃了。你的这个大肚包肉还大肚包肉，哥哥的差不多。肉这个东西还是带肥的才好吃。那肯定的，我们可以随便吃。嗯，哥，你这个不吃了？嗯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你们拿走就不吃了吧？今天的肉也太肥了，哎，真好吃，真行。您不吃了？你吃的那个没事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姚琪儿，我是卡娜。今天我妹妹过来了，给她做个牛肉干吃，等她上学的时候，在路上吃是吗？回学校吃。切的大一点呗，哥，都是肥肉，真好。啊？都是瘦肉，哪有肥的？切好了，我这就拿去晾。等我回去的时候，我把这些干肉都带走呗。行。这肉真新鲜，等它干了就更好吃。这是我的哥，这是肚子。啊，今天没有包肚包肉，我是直接煮了。杨伟哥哥，杨伟，哎呀。完成了，哎呀，欧巴哥，你这个，哎呀，真多好呀！要不跟你等，咱们一起吃。好了，上肉了，八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搁这儿吧。哎呀，行。杨伟。一点羊味，哦，肚包肉好了吗？快好了，肚包肉。没事，你咋不找对象呢？这个不着急，等哥哥给我介绍。那我就给你粉丝朋友里面给你招一个。嗯，有人喜欢我妹妹吗？你们也减点肥吧。我们真肥。我也反正吃不完这么多。你见你给我定制的锅，一个比一个大。现在你是拿回来这么一点的锅。下次我给你准备这么小的一个。听说你把那个钢铁的车也压坏了？他那个车本身就是坏的，是吗？嗯，今天是我的小吃肉的一天嘛。哎，嗯。你也吃的兄弟，啊，行行，哥你吃吧，我刚吃了。哦，你少来了啊！你在干啥呢？没事，嫂子，我过来看看我哥。走了，嫂子。你后面擦啥呢？这不是肉，假的，豆腐做的。那你也少吃点这个。哎呀，滚了滚了。吃点吧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敢吃肉。
大家看看我这个肚子，这是肚包，肚包包的肚包哦，内有乾坤呢。咋说呀，哥哥？哎，没事，这玩意先把那个吃的再说吧。吃饱了吗？今天好好比。Thank you.